好，我们继续吧，重生。有人的声音呢？哦，不是不是，那是动物的声音，动物在跑步的声音。好烦哦，又要重新开始了。诶，下雨是一个不好的现象，对不对？因为会湿，然后湿的话就会失温。这可以打吗？不行。失温就会开始口血。哎，要白天了，要白天了。Good, good。白羊安安。哎，有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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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追追追追追！追追追！吃人了！哎哎哎！快杀！我应该说，哎，赢赢赢！耶！看这种东西吗？看一下，木头，好可怜，他才刚出生而已，哎。啊，有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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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等一下，我的血量好低哦，我们快点做一个，吃点肉，快快快！1分钟撑得下去吗？洗白了，没有洗白啊，只是那个我死掉了，所以重新。白龙这次也没打算要抢空投嘛，有空投就抢啊。旁边有人挂哪里？哎、欸，对哎，对哎，快吃快吃快吃！采收，采收，采收！前人种南瓜，后人吃南瓜。谢谢。谢谢。还有吗？我一开始觉得南瓜好像不错，但是后来想想，好像又不太好，就等于帮别人种食物啊，除非我有一个自己的区域可以种南瓜。我觉得现在要过去水都有点烦，因为会变湿哎、欸。哦，快快快快！连那个要过一个河都要考虑要不要过去了。哎、欸，这是我刚死的地方吗？那么难怪，不过这有点危险，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。啊，那个下雨的天气是那个，是为了可以那个，对不对？雨水收集器可以收集雨水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别人盖的吗？没东西。哦，这个就是那个梯子，对不对？哎，好酷哦！这是自天然的建筑吗？还是别人盖的？应该是有人盖的吧？上来看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引擎。等一下，怎么那么难爬？很难爬欸！啊，我要上去！为什么不让我上去？在干嘛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引擎？这是石头，然后嘞，采石机吗？有点像哦。哎、欸，好危险的、啊，好危险的、啊，好恐怖啊！啊，我们继续移动，Move your ass！我的萤火做好了，但是身上3块肉，先等等，缓缓，缓缓。
我们去采点南瓜，这样比较实际。又一个被抄的家，我们来觅食一下。我们今天晚餐就吃南瓜吧，两颗，三颗，好，来吧，寻找白龙之旅，OK 啊，来找我啊，找得到的话，在我还没死之前找到的话，这个就是私有地呀、啊，私有地，私人土地。进不去，可以啊，这里可以过去吗？冒险一下，哦，我来偷采你家，偷采你家南瓜喽，对不起，我看看里面有没有水可以喝。有人，有人，白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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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我讲认话？出怎来么了。讲话？我忘记怎么讲话了。白龙，你没有声音哦。讲话，养话，讲话，等等。哦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有听到。我们也太，你也太快就找到我了吧？之前找了十几次，那个经验很足。太夸张了，我才刚玩这个水好棒哦，可以喝水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个好高级的感觉哦，之前有长，之前是长这样吗？这什么啊？我来吃那个南瓜果腹，赶快把血补满。有同伴了，这样子就不用害怕了。两个人打，一个人会赢的。没错，团结力量大，来吧。为什么你比较黑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啊，你看你的那个选单是黑人吗？是黑人啊。好奇怪哦，他怎么知道？他怎么判定的？他怎么让你选黑人啊？好奇怪。很诡异。我们去采南瓜，快快快！好多南瓜，好多。到底谁会想种南瓜啊？谁会想哦？好多好多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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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抢南瓜抢南瓜！好多好多！这个太多了吧？白龙，你要捡比较大颗的会比较好，小颗的占空间，补的格数少。可是大颗的有种子比较多，而且补比较多。旁边那个绿色是它的大小，对不对？应该说成熟度。了解，那我先把成熟度比较低的吃掉。好爽，好爽！吃南瓜游戏，吃南瓜游戏。比较大颗的，对，要选，很像去菜市场买菜，有没有？要选比较好的，这是什么？哦，那个提灯，这是什么？萤火炼油机，这好酷哦！这个好帅哦，好像多很多工具，很多东西耶。
刚才进来的时候也吓到，很多东西新增太多东西了，眼花缭乱，完全不知道怎么玩。我们吃南瓜好了，采南瓜，采南瓜，哎、欸，写满了、欸，啊，我差不多了。中国三什么狗？他写什么？看不懂。他写中国什么挂狗？啊、哦，这是二啊、哦！哎、欸，有石头，有石头。有一种节奏感okay.、哦。中国等于啊，他写中国等于挂狗啦，懂了。就是说中国都、oh. 中国人都开外挂的。刚才一进来打字的时候，就看到就有人骂，一直在骂打字。啊？骂什么？欸、我们去采木头好不好？我一直打 SB 呀、啊。傻逼！他发动头脑，我看到。我们去采点木头。刚才原本在雷达那边快要找到你了，结果找到你的那瞬间就死掉了。我们来做工具。石头，哎、欸，够啊！为什么不能走？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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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我们想消，嗯，好、啊，先这样。安安，晚上好哦。今天预计开到10点，然后明天同一时间。哦，因为啊，这个又要再讲一次，因为那个又退取，我开退取的时候直播，我的网络速度没有那么快，所以画质不能调到那么高。但是我双开录影程式，然后上传 YouTube 的我录影开的画质比较高。如果我把直播的画质也调那么高的话，会累个，没有办法很顺的看。欸、猪猪，我问你哦，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盖石头上面了？对，不清楚哎、欸，我也是刚进来。哦哦哦哦，大家都新手，变新手了。可是我听说他马上有洗白过。了解。哎、欸，我的木头掉下来了。等等，我吃个南瓜。我们进入了石头区。哎、欸，我们要去哪里啊？我们要去哪里啊？嗯，四处先晃晃吧，观察地理位置。好吧。Hello, anybody home?呵呵呵，哎，这里好像迷宫哦，很怕迷路哎。哎、欸，现在是不是会累个、啊？我看你瞬间移动一下。
我刚才也是看你瞬间移动了一下，好帅！新增太多东西了。白龙这里有枪声哎。修一下斧头，虽然它石头可以修吗？石头不能修，走吧 ，Let's go。现在游戏内都讲求纯素吗？没有啦，游戏就玩游戏就玩玩嘛，游戏就是假的、啊，又不是真的。这里我们是不是来过？哦。我看到前面有那个球了，铁球了，就是之前被包养的时候的铁球。对啊，好多南瓜，我现在不想再拿南瓜，我发现好像有很占格子。白龙，你可以把南瓜吃掉，那个种子比较重要。啊，是啊。满状态的那个种子有三个嘛，而且那个种子种下去可以一直回收再利用啊。我突然觉得南瓜种在外面好像也不用担心，因为很占格子，大家不会踩。而且南瓜生长速度很快。来拿大的吧，说最大最多汁的南瓜。白龙，我们要不要先找一个点盖个简单的房子？地方好哇、啊，随便找吗？我看到你一直把南瓜，南瓜滚下去了我看到了。真的那个吃南瓜那个水分有补白龙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种子只能叠加到50个。是啊。Rush 变成吃南瓜游戏啊。为什么没有别的植物种南瓜？为什么要选南瓜？不懂南瓜跟野人有什么直接关系吗？我吃腻了啦，我不想再吃了，我们走吧。白龙也有吃腻的一天。对啊，一开始看到南瓜很兴奋，现在觉得还好。会怀疑怎么没有其他蔬菜。吃腻了，吃腻了。这什么啊？别人盖的。前面是辐射区吗？我们进去晃一下好不好？好像是白龙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。我看到有一个黑人在里面，可是是裸的。好好，我们过去，我们过去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是白粉吗？好像不是哦。2-1，2-1，不可能会输。跑去哪？跑去哪？他怎么停住了？那个吗？真的累个好累个，坏野人日记开始了，开始录制了，好像不是辐射区，有狼有狗小心，不，为什么开始喷血？等一下，快死快死。
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不、哦、，I'm dying！ 不，猪猪叫我，为什么我在叫啊？我是在叫吗？我看到韩国国旗了，猪猪叫我，猪猪叫我 ，Help！ 哇！哎、欸，我刚怎么死的、啊？我都不知道哎、欸。刚大家有看到吗？我是怎样死的？怎么突然喷血啊 ？Why？ 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？我想知道。好不容易找到猪猪了，为什么？现在受伤的声音都很吵，很好笑哎、欸，哀嚎。哦，刚刚应该是太远了，所以太小声了。一段距离之后，声音会变小声，很写实。不是不是，我觉得不是哎、欸，是吗？不是吧？我觉得应该是被打到哎、欸，可是lag，所以没看到。哎呀，好烦哦！为什么现在 Rust 算多很多东西，但是它出现了一个新问题，它会累的。那我们来做武器，来做那个木矛。我发现木矛打人感觉蛮好用的。吃南瓜肚子痛。痛到死掉，这样是吗 ？OK， 我们晃晃，祈祷那个猪猪再次找到我。哎、欸，我看一下萤火，走，排成一下。我们上去好了，往上坡移动。哎、欸，石头，石头，石头，耶、yeah, ，cool。一直从头开始。完全没有无止境的从头。难怪还找白龙报仇了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耶、yeah, ，做出来了，先摆到快捷键上面，比较安全一点。真的，猪猪超强的，找人找超快的。明天更新一起玩，我刚看到聊天室中有人说，明天会更新欸，真的假的？啊，真的假的？那我今天玩的不是白费了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当作没看到，玩一步算一步，管他明天会不会重新开始，说不定那个人是骗人的、啊。等到大家都放弃的时候，认真玩，追上去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可爱，也太小了吧！我不要，我不要弹那么小的。啊，对。我都不中，然后一直踩别人了，这样可以吗？还是说我吃的时候会掉一些种子在地上，他自己会帮我找？哎、欸，好了，然后我们来做斧头。哎、欸，差什么？差200个木材，我去采点。
木材，稍微环绕一下。OK 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现在有看到上面有高塔，然后海边是在哪个位置？我看一下。哎，有人。有人呢、欸，等等等，快快走快走！不不，枪声，完了，我要死了我要死了！哎、欸，我是个新手，不要杀我嘛！躲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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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躲着躲着。K 的所連れてこられた。不不。啊、被发现，好紧张啊！不，死掉了。看，またこいつ。嗨，好可怜哦，被虐啦！哦，这么难搞。啊，你边那边做个段落啊，在这些不知道什么鱼啊，这什么鱼啊？どこどこの肌你边做个段落。